怎么拿这个鞋？会不会滑？不会。先穿上。那我要摔倒怎么办？医生负责。医生啊？对啊，医生。医生，会不会太潮？医生。医生。对啊，医生，我觉得太久。大夫，医生。迎接晨曦，深深呼吸，梦想在你我心中被燃起，无畏无惧，多一点努力，成败都有不平凡的意义，一步一步向前慢慢靠近，每一招一式解决所有难题，就算有再多阻力，我也不会放弃，守护只属于我们初心的秘密，把伪装卸去。怎么样，我厉不厉害？是不是强到爆炸？就算世界与你为敌，我依然站在你的身边。我真搞明白，这跟太极有什么关系？你觉得滑这么长时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平衡。下课了，我走了。平衡，为什么平衡呢？然后就下课了。